了，我就这什么小孩子？好了啦，好啦，不要这样子。爸爸持棍棒不断往前冲，一旁的远景拦也拦不住，因为女儿喝酒狂殴妈妈，现在又想拿椅子砸爸爸。打死算了啦，杰大，别，我们来处理就好了。带走。警方将女子强压上车，但女子就是不停反抗挣脱，甚至随手拿起保特瓶攻击远景。什么打到他吗？他发神经啊！他回来就喝酒就变这样哦。还会对你动手吗？会哦。被女儿这样一闹，妈妈一脸憔悴从分局走出来，一旁还有孙女一路搀扶，因为女儿每每喝完酒就从自己家大老远跑回娘家殴打行动不便的她，还动手拉扯大嫂头发，一再施暴，妈妈实在受不了，只好申请保护令。我们本来想说给她做一个保护令就好了，你想到越搞越大。我儿子的女儿也在里面，儿子也受不了，他说等他爸爸回来，这小孩子就让他爸爸带走。他说以后他都会找借口说找小孩子让爸爸，就是回来看小孩，然后他是乱，根本没有顾小孩。你喝酒就是找他妈妈，找他爸爸。你为什么？找借口说要看小孩，女子喝完酒就是跑回娘家动手动脚，平常也将最小的女儿寄养在娘家不闻不问，只是为何喝了酒就跑回家殴人，是否有家庭纠纷，恐怕只有她心里最清楚。记者刘芷佳换报道。